我刚才是准备全力。懒狗？我怎么又懒狗了？我不是准时来了吗？主播可是6点钟就起床了啊！虽然啥也没干，但是可给我牛逼坏了。你也许会想去找一份正当职业。 退后，退后，还是无边框可不可以？嗯，你没看到什么？上赛季还可以打，这赛季不是打，就可以。你是左手鼠标，没有鼠标。 游戏时间到，头发球，烫死了吧？我不会全力付出，但会全力争取。 接球！这个青铜的，青铜的啊，赏完了号主心怎么这么黑呀？啊，让你赏一下镇上是吧？啊，不能怪主播啊，赏上的啊。啊，心怎么这么黑呀？哦，你看这万豪。 是不是人呐？啊！很有资格。不要破坏规则，要朝着规则破坏。游戏时间到了。什么叫做过人？ 这就是绝招，一拳打死了。他怎么不放 W 啊？他还真不出来了。赶紧把这塔拆了。太好了。 我会回来的，推迟比赛。吓死我了，他伤害有点低呀、啊。灌篮可不简单，这就是接球。想来一点吗？最后，我是来灌篮的。 钓鱼是吧？啊！过来，看速度，说明好。游戏时间到，做好笔记。 态度还挺下，等我一下。不过我获得了队友哥的鼓励啊，表扬。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，就折煞我了，嗯。 太好了！啊！跳着！传送出的破败。头发球。
summoner has reconnected.我的配合有点肿啊！头发球，十四点必须是挺好的。你把我出卖了。能不能赶紧一波、啊、主播要来大的了。哎呦我的肚子，哎呦哎呦哎呦，要生了，上厕所都是主场。哎呀又来感觉了，不太好不太好不太好。就是比赛搞快点啊，主播要坚持不住了。打他真该死啊，不让别人上厕所。要快一点吧。真顶不住了，能不能拆塔？真顶不住了，谁在跟你胡闹？我没大龙 buff 呀。头发球。我的厕所呢？坏了，好像又没感觉了。哎呦，这些真的是搞这么慢，不行啊！我要去试一下啊。这个感觉有点感觉，又不是很有感觉啊。当然，主播要尝试一下啊。